5月3日，容祖儿在香港完成新歌《搜神记》MV 拍摄。《搜神记》MV 主打30年代上海华丽复古风，为配合这一主题，容祖儿在妆容和衣服上都往高贵淑女上靠。烈焰红唇加上紫色网状容貌，再加上拍摄现场的复古老爷车，容祖儿自己都对这部 MV 非常期待。我身旁的一个场景也觉得非常漂亮。那今天呢，就是为了我新歌《搜神记》来拍的一个 MV 了。公司这次也真的很高的成本去拍摄这个 MV， 所以我自己很兴奋。也知道要这个造型的时候，我们在就是制作造型的所有工作人员也觉得非常兴奋，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试过这一类型的造型在我身上发生，所以很期待，也觉得很好玩。MV 还邀请混血男模担任男主角。 MV 拍摄时，容祖儿应导演要求需要与男模热情贴面相拥，过于亲昵的动作让祖儿不免有些尴尬。很帅，而且他的眼神很厉害，我们都觉得他很忧郁很会演，所以就选了他了。